就真的还好、欸。我有没有问我说，哎、欸，那嘉豪真的是超 M 的、啊？我说，是哦，你是、哦。我跟你讲，我真的还好，我只是很享受讲那种低俗的笑话。Oh, 对，我只真的很。Me too。 可是单纯如果他今天脱掉鞋子踩老二，这会叫 M 男吗？我其实蛮 M 的。You wanna 踩 me？ 大家好，我是冷泡王。大家好，我们是西路创爱组，欢迎收看今天的《大放香时代》第十集。Bang bang bang！ 这一集我们问女性粉丝们，大家敲碗很久的肌肉猛男刘董，欢迎贱人盖伊。嗨，我是阿发。不是，哎呦，哎，还没有，还喝，还没，也刚开机，而且昨天偏灰，监听耳机找不到。我在讲，哎，粉丝有没有心疼阿法监听耳机？哎，看，监听耳机偏贵，先抖内到龙武门这边，我们再转交给阿法，好不好？他们也对联络。好，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马上来开始这集。我们知道看哪一集？昨天那一集哦。哎，对，第十集，大夏时代第十集 ，Let's go。哎、欸，这个歌手是你用以你为原型吗？不是吧，看起来像你呢。确定吗？我觉得像你、啊。可是那个大那个买 video 的缩图都是你。哦，那个蛮强的。干，你是不是有买榜？买榜？没有，那个蛮强的。他们好，我有问过，好像有人在里面工作还是怎样，然后好像说就是一开始就是这样，然后。好像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才会变那样，對，说不定是那个粉丝那个里面工作人员已经爱慕您这个心上人，到已经受不了了，爱慕您这个小狗口红哦，干哦干。亨利最爱玩的东西，嘉豪的大小就差不多。亨利看到流浪狗就哎、欸，就把他玩那个小狗口红，他都会玩，他都会用手头去搓一下，然后再闻一下。亨利都直接嘴巴的。明天呢，就是众所期待的。第十赛，第十赛哦，很会第十，是一个积分制，然后要加上下一个赛制。你大家还记得那一段时光吗？哎，第十他，对，就你那个，我还记得，我永远记得那段时光。那段时光是你耳机听嘻哈听的好好的，差不多十年时间，是是是，就是一段好几年了。然后突然多了一群人说，哟，嘻哈就是第十。哎、欸，来写一首 diss。以前很流，那时候很流行那个 diss 文化。哎、欸，你是写，然后说，哎、欸，那看 diss 一下啊， diss 一下。是没，哎、欸，但是讲到 diss 这个事情，我有听到一些嘻哈前辈在说，现在这一辈的那个嘻哈好无聊，都哦没有火药味、欸，有的是这样子。哎、欸，然后我觉得每个十年都会有不同的样貌。没错，真的。那你们觉得要有火药味，还是要和平一点比较好？我觉得 depends， 像 Park 跟 Biggie 那他们那时候玩起来是真的是很灰，有人中枪了嘛？对啊，就是对，基本上有生命危险或是跟女人有关系才会，不然好像什么事情吵着都很小家子气。哦，三个选手分成一组，这个他的乌龙院院长，哎、欸，他的头跟那个麦香鱼的那个有得比，真的很屌。你一头真的很 smooth， 看得蛮疗愈的，够个骄傲的。等一下，然后，你真的为什么？哦，你这个叫你看到乖孙的感觉，你真的想要哦，跳小脚，你懂吗？哦，对啊。嘿嘿，你干嘛打我？王东王总算找到你了。I'm the only girl here, but 我觉得比他们两个更帅。哦，真的，我还可以这样。我欣赏他的自信，他的自信是我没有的，真的。哎，我没有那个年轻有为，我觉得他就是可以。就是把男生震折住那种。安静点。哦哦，斯瓦特战队，你以前有没有玩过斯瓦特战队？卷轴式。我知道，这个小饶拿枪那个超好玩。我说你们这些放弃的人，你们真是没有资格放弃啊！连史莱姆还在更新、欸。对啊，史莱姆第一个家到现在还在更新、欸。哦，哎、欸，这好励志哎、欸，这很值得刺在身上哎、欸啊！史莱姆还在更新、欸，你时时刻刻提醒自己。真的哎，啊，你的背后不是有刺柠檬爱用柠檬水？没有没有，那不是我。那我没有，那我没有看到这眼屌，他是这边直接刺野猪骑士来了，真的假的？在这里。可是嘉豪的屁股骨骼没有刺银纹。你说亨利的屁是拜托我，宝贵。哈，你要这样人身攻击哎、欸？哎、欸，可是差不多啊。就是、你们有没有觉得他长得像 Twista？
你说谁像 Twista？ 你说比那个嘎万吗？嘎万长得像 Twista， 好像有一点点。马上找 Twista 给你看，有一点。Uber， 我操，超像！被他激到，然后哦这样子，然后对。刚可嘎万刚有一句说他撞起来像是小鸡鸡、嗯，如果他这句对着阿法唱，我干我一定叫嘎万就没有说服力。对啊，干我一定叫嘎万忙下课，把他掏出来，哎、欸，这笔，哎、欸，你现在掏出来，你爱什么艺术？我们等一下的这一集的结尾单元就是请你漏掉了。啊，对啊，干，对啊，让我瞧一下，高飞还要选，你讲到硬了、喔，干干，我没有了，粉丝哎，粉丝福利来来，微大，微博，微博而已啦，然后先瞧一下，不然想说等下穿 Dickies 都有形状，这么简单啊，没了，刷，刚好跟他对一下，哦，对，哦。所以我选一首新歌，傻小，高飞，你说 Diss 赛。但有种台上做爱啊！干，当如果等下真的这样做、欸，哎，干，直接黑秀啊！我很想看的。黑秀，哇，我怎么听到黑秀、欸？哎，黑秀，黑秀，来耍姑娘免出街，无情无义对伊去，哎、欸，谁要那个？更叫哎，黑秀。可是这样就离体啊，就是旗杆比截在后面超尴尬。但是其实是出奇招啊，就是比截搞一个那个，哎，无剧透，无剧透，哎，无剧透，无剧透，哎，看电影一定要比阿法先看。对，他就是他阿法，就是会坐在后面跟我跟你讲，哎、欸，等一下就要那个喽，哎、欸，干、欸、他们怎么没这样？你知道他怎样吗？哎、欸，你有看过那部吗？然后我就讲了，所有歌词都是谐音梗。他现在吃个饭团，那有几个？我只能说干你娘！我觉得蛮过分，因为我也很饿。阿法，你讲一讲，他怎么想吃？怎么想？完全不想接手、欸。人越步入中年，那个脸皮越厚，有一种叫消摊阿姨。对，真的，刚才真的是哦。我走到大西洋村了。对，大西洋村。哦哦哦！哦哦很像小时候听的西洋，没有歌词跟副歌，就是有点970那种，哎，那种感觉。看看，我快哭了，这里只有你会讲970。然后，哎、欸，我还想到一首歌，那个颜色的那个拜年，猪年，那首也很好听。阿达是不是也在里面？啊，对，猪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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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的呀！我跟你讲，这直接给你 no mercy 的，再跟你那种以前的一些比较杀文的观念，直接给你杀到底这样子、欸。我唱的再怎么猛，我觉得我一样会脸跟马进一样。我也是，我也是，就是会想要干你啊！林北一定要特等来那种。对对对对。我其实真的不知道选谁，我只能选我最好的。那就是选阿夫这样子。那如果你还再来点选，尽量的把一些梗。嗯、其实我是蛮我自己那时候知道说我被淘汰以后，下一轮是这个，我其实是松一口气、嗯，因为我觉得这个真的不好写、哦，真的选人真蛮难的。好、哦，靠背，靠背。看你脸，靠背。连送不干，哦，
住几天？上课大楼很赞诶，很赞诶，孤居妹。哦。Freeze! Freeze! Freeze! 干你娘！干你娘！哎，听完真的是干你娘！敬你一杯，敬你两杯，五杯一千，你一杯都喝不完。后面还有高悬超横阿福。干！他有外流吗？没有啊，干没有。沒有他自己笑出来，出来。啊，干嘛屁输啊？你超好笑，超屌。很屌，我那时候在现场 ，OK。哎、欸。而且解析度超低，那张图解析度超低，直接帮你移照印出来，这样子干。没有，他有来跟我讲，他说：“哎、欸，我要截这个。啊”他要包红包给你耶，对啊，你知道要有这个习俗吗？没啦，对啊，这不只是习俗，今天就像是他使用你的脸，至少收点钱。对，好，哎、欸，我账号再传给他。对，来，这两个是啥子？好，等下帮我上麦顶，好，帮吹。每次穿外套上去，他没有一次穿得住的。对。中立的怪物。You know what I mean？ 吃我的，真的假的？嗯，我饿到快昏倒。哦，我操！哦，我真的有那个。哎，照你就是这样子、啊，你以前就这样子、啊。国小音乐课的时候，班上的声音声。是我有一个很屌的故事，因为我直笛那时候吹完就放抽屉、嗯，然后我就某天拿来吹，就是换我上去表演。哎，这样好，哎，然后上去拿来，来，然后吹一半，两只蟑螂爬出来。嗯，摇，他那时候就很锁定，人家他要做这个。The bass sound， 妈 fuck， 很碎的那种。好，被，哎、欸，是这个场景是也是有过，就是一直被消音，是有沾过哎。你不是上一季不是有一集直接完全被消音到爆这样啊？对啊，什么消音？没有消音啊，我整整手不见。干，那个马克，我一直很好奇，到底哪一种新型的乐器？那个啦。saxophone 加笛子这样子哦，原来是 saxophone 加笛子啊，原来是在小岛，干，以为是他妈的凤雕哦，对啊，白痴哦，你们这些哦，干，你们好色哎，哇哦，哇哦，哦，这哇哦声音也像你，嗯，对。昨天是不是下雨？你帮我帮我开个厨师，开个厨师，超烦。这真的是我们就是私底下会干话的内容。干的，干干，还真的开了。艾米超配合，没插电了。我刚刚还跟他讲说，买来帮我倒个水。神经病。哎、欸、，Yeah， 这组是万众瞩目的台正 PK 高敏关东组，关东组，会害怕吗？运脚轻的，嗯，正大把他们打成小智障。哇，台大准备。哦，你说南方公园的角色走出荧幕就变卡米比，真的。金元一个新闻还不够，你这两个从浪漫书屋走出来哦。你会唱吗？学卡米比哦。那好像是。学卡米比。哈哈，靠北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干的麦像鱼宝怎么办？
百八，不想出门就别出门，麦迪亚内砍我。那个宽手还有什么歌？我查一下。他告呗。查一下，查一下。我打 Q U A， 结果出现 Quavo。干小花米，这个很屌哎、欸！刚刚那个不错，对，也整个 flow 跟选 B 乐也像我们小时候听那种、嗯。对对对，我也没有不回他讯息，好吧，我只是啊，对啊，我已读他了，对啊。有讯息很累吗？你说，有，我有回他。你们看过《一拳超人》吗？交流有。那、啊、你不觉得高密 B 很像自行车骑士吗？上一堆通告但评论没人讨论你，取了一串 AK 还是一副路人样，好呗好呗，只有身材五成像，记得要多运动，小心哪天骨输，你不该叫小卡比，该叫魔人普马进步马进步 too old for 原子少年，还想学 too old for 原子少年。哎、欸、真的、欸、把你的路都讲死了，你真的很帅，但是你太老了，这样子看你的发色不就是阿宽妹的拖鞋？阿宽妹拖鞋。这还是很有他们他的风格，真的他的风格。所以虽然很多都大学生自己内梗，可是我觉得是大家可以 get 到的、那個。对，就是听起来是 OK，、欸、不会说太 nerdy 还是怎样，真的真的无聊这样子。不好，是还好、哦，不痛不痒。认真喽，你认真了。走心啊！确定要这样剪？干！恶魔剪辑！干！串字！干！又来了！收服卡比兽要拿对的，要跟马克加萨买迪埃巴，真的叫卡比兽让路。你说其实神奇宝贝要收服卡比兽，是要先帮卡比兽吹。对啊，你要先把卡比兽吹舒服，爽，你先把收服，先把他吹醒，他就会让路了。他睡在这里，使得河水干涸，造成了大危害。老爷爷，你快点把他叫醒吧。这样啊，那我赶快吹笛子。真的炸！我觉得他也犯了一个就是认真了的这个，太认真。不过至少那个轻浮感，但是又就可以掌握的那种感，像前面有一些选手都掌握不错。这一项他们讲就是你说不舒服的事实，对，有掌握到这个的话就会。因为讲这些，我讲说，我说实话，这些太认真，会讲这太无关痛痒了。对 对, 對，就反而还好，没戳到。29 No. You baby. 皮哥，也是你们高雄人对？对啊。高雄人，高雄人，抓去劳改。高雄人，高雄人。哎不哭，这样不哭，敲人的头。他刚才演封神无双，封神无双，封神无双，超想上，狂打。没有，我们下一集就这样啊。哦好，从 Alpha 下一集来宾就是被我们打爆。对啊，干，应该要上一集就开始，软棒，应该要请司机还一直打我们。真的，就是这样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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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阿光妹，
看这招超猛的，他头发这样砰砰的，对啊，靠呗。啊，我那时候就有跟二哲讲说，你们这样子这样感觉组队，要是你们没唱好，就没有到超顶的话，你们就会很难看。真的真的，就发现杀出一个干超强的，哎，人家当空气，人家怎么 battle 就是那样你来我往，他唱的不好，可以用，可以把他当空气，这到底什么招？我不懂。假设说，哎，他今天不是可能 battle 或是什么什么动作的话，就是好，今天好，你要把这个底线拉到这里，好，那我就陪你玩。互相对，就是这样的话就可以。我觉得其实这样做就也好，就是其实大家也不用太自己的作为没。要享受被 diss 这集，因为他火药有点重，有点像是。幸好我们找了中锋来讲，真的。老实讲，我觉得打心上人，哎，可以看到他，然后他一直在疯狂的对他们咆哮，然后没有人 care 他。有一集就这样，有一集阿飘。又来，我操！有一集阿飘，他就是那个凯子他们要把他排挤，就已经受不了他，就是阿飘就说：“哎、欸，我就叫他怎么没理。”然后说：“我难道死了？”他就以为，他就走在路上，像一只鬼魂，在那边哭说：“因为大家都不理他，以为真的是鬼呢。” Have a long fulfilling life, that is. Good day. Hey, Cartman, that was really cool. 这就是一个表演。不是说我们今天 show no respect 直接躺着干嘛干嘛干嘛，因为我们都有 say 好，我们三个人其实是有说我们要干什么东西，征求对方同意之后，我们再做。对啊，那这样是不是？那这样我就觉得 OK 啦，因为讲好，但是我们其他不知道啊，你懂吗？舞台还会再加一点分，结果就是有点稍微有影响到。可是阿夸妹有扛住这个，有。哎、欸，我对阿夸妹更 respect 了，很喜欢他，真的。对我来说，已经是小苦瓜脸喽。每个人的那个腮边已经，哎呀，已经显得挤到。干，他们觉得干，我先要撤，我离开这里了。干，哦、干你这样，不行、哦，我怎么会被淘汰了？我、哦、怎么连骂人白片不是这个样子的？干、欸，可是以我爱面子的程度，我觉得真的有这种心情，我也不会露出来。你都露屌了，那再露。格局不同。左营种马，真的。四个选手在台上，靠背，我一直看唢呐的节目，讲不多话。对对，事情。贺龙站在旁边，感觉他一直要被淘汰，就是很乖，然后你就分不出来谁是主持人，谁是选手。你说贺龙干屁事啊？哦，那个是贺龙。你说以为第一季的汤姐在上面，那时候穿西装被整了，哦，恭喜 ，yes， 刚才这脸会僵掉哎、欸，对啊，啊，他小，好爽，他们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哦，这个是怎样？但是我们希望让你们来一段球接的没掉的感觉，我觉得真的需要这样。我觉得先垫你一下，就死而不能这个是蛮重要的。嗯、就、欸、不管怎么样，就是你要成长或怎么樣，都、就是一定要挫折才可以，没错，激发更多的 motivation。如果你一直很顺利的话，那一定不会是一个很好的事情，反而很危险。对，反而危险。那恭喜这些选手，大家还没有死而复生啊，对，还没有完全下课。那很期待下一集的他的表现。我觉得一些争议点啊，或干嘛。对于那些这些年轻选手一样，就是同样是个经历、嗯。但是阿法就是我们每有些选手来都还是会做一些就是好玩的事。可是因为现在时间真的快没了，我不然怎样，我们就直接把一把巨锤或什么杀到你的裤子里面这样。哎、欸，就站起来，然后我们看吓到了，你就不经意，我们就很假装很正常，然后 over， 哎结束了，哎谢谢，然后你就站起来一包，然后就断在这里，就断在这里，你帮我断在这里就好。可以。你帮我，你就塞一下，你塞一下。耶、yeah, oh. 欸！阿爸，谢谢你这次来大方向时代，谢谢你，很期待下次再来。真的真的，那我们谢谢阿爸，谢谢。谢谢。啊，你要赶高铁位。对啊，先来。好。对。好。啊，我先厕所。啊，厕所。好，那谢谢各位今天的收看，我们找了万千粉丝的最爱，让我们给刘董做一个尖叫声。太小了，我的太小了。好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先站，我们我跟亨利先站起来。我们先，哎、欸，谢谢阿法。快点啦！